Hello， 我是安仔，又要做新歌啦。这首歌歌名叫做《明你讲乜》。咁啊，个主题非常简单，就是你当你面对一啲人对住你讲一啲废话嘅时候，你就用呢个歌名回应佢啦。个态度就是「明你讲乜，跟住走咗去。是我今年送给大家的一个态度。哇，真的没想过这首歌会跳舞的，但是我做完这首歌之后，我就跟小童在沟通，跟着小童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他又给了一些歌的 MV 我看，跟着咦，其实可以排一些舞的。那就今次就找了排舞师 Kenya。Kenya 就是我之前第一隻碟的時候以青春之名的排舞師來的，第二次再跟他合作，很 creative， 很好玩，還有這種的舞種挺適合我今次這首歌，還有挺適合我自己的性格，即是你要我很挫很型， 我自己會尷尬的，但是今次排這個我玩得很開心。是啊，排了我開頭咧都唔知道排幾多噶，我係去到排舞室嘅時候，跟住排下就一個鐘，排下又一個鐘，排下排下第一堂我排咗四個半鐘，係排曬成首歌咁樣啦。咁就隔兩三日，即係今日，咁就拍呢個 MV 啊咁啊。咁啊我有同佢講嘅話，我即係之前只腳整親咁樣整啦，咁就盡量就係咯，做嗰啲上身動作多少少。這首歌在演唱會上面都會唱的了，是啊，那你們跳吧，我跳不跳我就不知道呢，你們先練定吧。